哎，桌上没有书哦。今天带来一个新东西来开箱，耶嘿！第一次在开箱玩，我把三个闹钟又给搞坏了，呀，又是被摔坏的。对呀，然后我们只要轻轻的像这样子，哦。叮！我们有新的闹钟了，就像那种市面上容易被搞坏的那种一样，就是当哔哔哔的时候，你就这样照着，然后差不多像这样，然后后面有电池，还包装过嘞。Jesus Christ！哦，等等，这有只蚊子让我抓住了，抓不住，随便。这怎么拿起来？你跟我讲，我现在完全没有指甲。God damn it！干嘛？我想用这个东西的，因为我现在很想睡觉。现在几点了？9点。可能啊，一只手，单手开箱，你觉得要喜欢的？Oh my god！Oh my god！Jesus Christ！What the fuck！Come on！呀，我一档啊！What the fuck？哦，天哪！它另外一边也有包装哦。Oh my god！这谁想出来的点子？哇哦，哇，genius！God damn it！这怎么剥开来？God suck my dick！Jesus Christ！Oh my fucking god！There you go, motherfucker. Alright, there you go. Yeah, 他在跑了。Nice. 那这个钮是干嘛的？呼呼，fancy. Oh, baby. Oh, the fuck.